许多 K-pop 像与国内外大型时装、化妆品和零售品牌签订了巨额代言协议，不过这些品牌依然可以冷淡对待偶像。 BLACKPINK 智秀，智秀是全球各大品牌追捧的明星。2021年2月， ENMISHA 选择智秀作为品牌的新缪斯。在 INS 上， ENMISHA 为智秀创建了一个单独的精彩故事，并关注了他的个人账户，承诺长期合作。然而智秀与 ATSHA 的合同到期， ATSHA 迅速取关智秀并删除了关于他的内容。 BTS 曾被 LV 采取了颇具争议的行为，具体来说， LV 在其官方 INS 上删除了相关内容，引发了人们对 BTS 似乎不再担任其代言人的质疑，让粉丝们感到震惊。据了解，在此之前 BTS 自称是 LV 的全球品牌大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Bad Baby 艾琳在态度丑闻之后，艾琳受到与她合作品牌的反对，当时毕竟将其所有的广告和海报全部撤下，她的品牌网站上的缩略图也被更改。零售连锁店 Olivion 在艾琳丑闻之后也采取了行动，以摆脱与艾琳的关系，所有与艾琳相关的图片都被品牌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大使的图片。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欢迎点赞和订阅哦。